男子由于犯了强迫症，今天竟然跑到海边来抓乌龟做手术。当看到这只背着满身藤壶的乌龟后，男子很是开心。随后男子也不经过乌龟的同意，直接拿来了一把刀，对着他背部一顿撬动。看着这些被撬下来的藤壶，男子很是舒服。毕竟这只乌龟长时间的被藤壶所困扰，所以他已经被累得骨瘦如柴了。而且此刻男子也是相当的开心，因为帮助乌龟撬下他的每一块藤壶都是为了救助他，这样既让自己缓解了内心的强迫感，又让这只可怜的乌龟得到了新生命。可是由于乌龟身上的藤壶贴合龟壳太过于紧凑，让男子此刻真不知道从何下手。然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男子还是有两把刷子，在不伤害到乌龟身体的情况下，很轻松地又撬下来一块藤壶。而此刻趴在男子手心里的乌龟不仅没有感觉到疼痛，反而还是一脸享受的样子。突然这时候男子的小刀不小心架在了乌龟的脖子上，没想到他真的很有灵性，竟然主动地把脑袋缩了回去。看来乌龟和人类还是蛮像的，在遇到危险情况下，他们也有自我保护的条件反射。眼看着龟壳上面的藤壶越来越少，男子居然反其道而行，加快了手速。或许男子是担心乌龟的情绪，万一把他惹得不耐烦，被反咬一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而这时候乌龟的龟壳已经清晰可见地展现了出来，此刻是否有懂乌龟的行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种的乌龟，记得评论区提前告诉我们一声。没想到男子接下来的举动让我更为的震撼，他竟然选择不求回报的放生乌龟。而小乌龟或许舍不得男子，居然又扭头想让男子收留他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如何抉择呢？